超越真的非常勇敢，他也很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私下还会教我韵律，然后呢，我要自己学一下吉他。对啊，他还教我，比如说，所以，哎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的韵律应该这样。镜头在哪里？我来看一下。镜头。我觉得是大舅。为什么是老舅？这么乖，难不成是别的？对呀。啊，有可能哎，一个是弟弟，今天。